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 林德顺，我是欧巴欧欧瑞强，湾区传媒体，湾区传媒体500集啦，500集，有冇咁犀利啊？我是澳广视记者高孝燕，我是600新闻台记者石仔，我是北美天下卫视沈玲，天下卫视记者 Ro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ci， 住喺 Rosemary， 我是住喺澳门居民，我喺美国洛杉矶，我喺澳大利亚嘅 Eric。我是住敏感的，我现在在悉尼，叫 Cindy， 之后我住在 LA， 安省著名的枫叶景区。我经常看这个湾区传媒体，我每天都有收看，所以我们全家都有在看湾区传媒体。听到熟悉的粤语，感觉都非常亲切，了解到更加多的国家大事，国家最新的资讯。我觉得内容非常丰富，尤其呢就是中国文化传统，国家的发展也很迅速，我哋都好骄傲，让我们留学生可以在国外看见我国的发展。香港电台会继续致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，联系湾区媒体促进民生交流。值此湾区全媒体电视栏目播出500集之际，以500集为新起点，500集，以第500集为新起点，继续出圈出彩，500集成功，继续成功。祝愿咧，湾区全媒体越办越好，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节目。第日都要追住去睇下先啦，收视长虹，向全球1.2亿粤语受众传播好中国。You see this GBA lifestyle, it will make your life smile. GBA lifestyle makes your life smile. 多谢你的支持同埋记得收睇，系湾区传媒体，全湾区都睇。湾区传媒体，全湾区都看。